啊，烦恼三大类。啊，我们从最严重的开始去把它断掉。啊，最严重是见思烦恼，因为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是六道轮回。啊，见思烦恼变现的，啊，佛教我们从这下手。啊，首先破身见，不要执着身是我。啊，要知道身不是我，那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像工具一样，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身体也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啊，那什么是我呢？一般人讲灵魂是我。你看，身丢掉之后，灵魂又去找一个身，他投胎啊，都要找个身啊。啊，所以修行好的人，他找的身子越来越好。啊，来生再到人间，大富大贵身，不一样啊。啊，福报修得更大的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到天上去了。啊，就享天福去了。啊，所以天上那个神也不是自己的神啊，你得到了就找那个神去了，造作的罪业到三恶道去了，畜生神、恶鬼神、地狱神啊，都是那个灵魂去投胎的呀。啊，去享福去受苦啊，由身来承受啊，身不是自己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知道身不是自己，就能放下了。啊，从哪里放下的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是非人我，心就清净了。啊，跟佛法慢慢的就相应了。啊，这身见，